边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入则有闲，出则有闲，对吧？那这边呢，花落家童未扫，昨天掉落的早上花童还没有去扫，多悠闲啊。那鸟叫呢，鸟啼三刻有鸣，鸟都在叫，它还在睡觉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得非常舒适的日子，所以你读书之后就有享受日子，哦，所以不是说一直读书啦，读书就要享乐，那最早的专调在这里。你看这一幅，你看这里为什么画一半？因为民国。